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味书屋，我是志恒，每天为您提供新内容，专注于各位中老年朋友的情感疏导、养生健康、心灵陪伴。我们常说，阳气是生命之本，是人体的一个免疫力体质。如果阳气越充足，人体就越强壮，阳气不足，人就会生病。所以阳气生发起来，人就有很好的身体保护能力。广州中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体检中心主任陈瑞芳曾说，阳气决定长生。当人体有不适的时候，体内就好比是阴冷潮湿的天气，但太阳一旦出来，这种环境就不利于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了。从春天开始储备和养护阳气，是一年的健康之本。而养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吃姜。您可别小瞧了这几片姜，著名国医大师陆志正就是生姜养生的受益者，有着90岁的年龄，40岁的心脏。陆老每天进餐的时候都会吃2-3片生姜，已坚持吃了40多年。每年陆老都会体检，检查结果都是一样，所有数值都在正常范围之内，所有的结果都是未见明显异常。血管弹性跟40-50岁的健康男性一样。除了自用，陆老开方也经常用姜作为药引，2种姜疗吃出人参的功效。吃姜说起来简单，但是一块姜买回来，烧个菜切了2-3片，剩下的不是烂了就是干了，用掉的没有扔掉的多，特别浪费。等下次要用的时候又要重新买，关键是有时候你着急着要用，时间不对，还没地方去买。今天要和各位说的是2种可以即取即吃的做法。如果在春天适量正确吃姜，养生保健效果比人参还好。一、醋泡姜。生姜中所含的姜油酮、姜烯酚等物质具有抗凝血功能，平时吃一些生姜末或姜粉，血液会保持良好状态，不易出现血栓。用醋泡过的生姜，借助醋的收敛作用，把生姜的发散和温暖作用发挥到极致，提高人体体温的同时，让体内湿寒消失。醋泡生姜，使生姜里的一些成分融入到醋中，能促进血液循环，并降低血液中脂肪的含量，有降血脂的功效，有高血脂高血压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食用。醋泡生姜又名还魂汤，具有养胃、减肥、防脱发、防止慢性病、提升人体阳气的功效。国医大师陆志正每天必吃的就是醋泡姜。醋泡姜材料：生姜、米醋、陈醋也可以，适量，密封容器。做法：一、生姜洗净晾干水分，切片，不要切得太厚，太厚了后期的浸泡不容易入味，不用去皮，尽量切得均匀。二、把切好的姜放到瓶子里，随后把米醋倒入瓶里。注意，这个瓶子一定要洗干净，瓶子里不能有油，以免生姜变质。米醋一定要没过姜片，不能让姜片露出来。三、放入冰箱冷藏室，1周后即可食用。用法：每天3片，7到9点胃经当令，此时吃姜更有助于生发胃气，
促进消化。一般情况下，不建议中午或晚上吃，尤其是晚上。因此方为长期食用，量不宜大。功效：一、防脱发，抗衰老。中医认为，生姜性温热，能起到温暖、发汗、止呕等作用。生姜中所含的物质还能对付痒渍油肌，对抗衰老。对于脱发人士来说，生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减少脱发。二、扩张血管。生姜可以清洁血管，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能提高免疫力，降低胆固醇，增强消化吸收。醋还有扩张血管的功效，有效减少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二者强强结合，可以说是给血管上了双重保险。三、缓解关节炎。姜黄中的姜黄素属于多酚类物质，具有抗发炎、抗氧化等作用，能有效消除关节炎症，抑制关节炎并发。四、发汗解热。醋泡姜能促进血液循环，振奋胃功能，达到健胃、止痛、发汗、解热的作用。五、排毒养颜。醋泡生姜中的醋可以增强胃肠道的杀菌能力，使肝脏和肾脏的功能得以增强，促进身体内毒素的排出，从而达到保养肌肤的效果。六、缓解手脚冰凉。生姜性热，是补阳气的最好食材，一般人吃上两个月就会大大提高人的阳气，身体就开始暖起来，手脚就不再冰冷了。七、有助长寿。姜中含有姜辣素，有健胃作用，能促进胆汁分泌，有助于消化。先圣孔子有句话，不辍姜食。孔子活了73岁，在那个年代绝对是长寿了，这与他不辍姜食的饮食习惯分不开。二、姜打粉。醋泡姜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只能吃不能用。相对而言，姜粉的用途就广泛多了，既能泡水喝，又能泡脚、泡澡。在超市或者其他渠道，经常能看到姜粉的踪影。但是姜粉的原材料是否放心就不可考了。不排除有私家小作坊低价收购劣质、变质的生姜做原料来加工成姜粉。据北京商报报道，某品牌姜粉因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被点名。二氧化硫被人体摄入过多，会在体内大量蓄积，损害胃肠、肝脏等器官，并会出现呼吸困难、腹泻、呕吐等症状。通常买一斤姜粉要100元左右，自己做起来就划算多了。30块钱就能做出一斤零添加的姜粉，在家就能自制哦。自制姜粉做法：一、把买来的姜洗净，洗完的姜控干水分待用，把姜片切薄片，尽量切均匀。二、切好的姜片均匀码在透气的工具上，放在阳台上晒。如果是北方有暖气，晚上可以直接放在暖气管上。放在暖气上的姜片一夜就变干了很多。如果是南方家庭，可以用烤箱烘干。三、第二天可以接着晒姜片，第三天就可以做姜粉了。用料理机打碎，打碎的姜粉进行过筛。
四，过完筛的姜粉再晾一会儿，晾好的姜粉装在干净的玻璃瓶里保存。用法，姜粉可以泡水、泡脚、泡澡，比如在全麦食品、蔬菜上撒上姜粉食用，粥里也可以撒姜粉，和蜂蜜、红糖合着泡水，还可以外敷，比如用姜粉和面粉1:1调成糊状，摊在宣纸上，然后敷在发凉的关节上面，10到15分钟，治寒湿。功效：一、改善睡眠。生姜粉泡脚，能够很好地刺激足底穴位，增强各系统的新陈代谢，从而使人体放松，缓解疲劳，改善睡眠质量。二、驱寒缓解感冒。将2勺生姜粉加入热水中，给感冒病人泡脚。生姜粉能够有效地防止症状进一步发展，阻止感冒。即使没有感冒的人，生姜粉泡脚也可以起到驱寒的作用，帮助预防感冒。如果不小心受风着凉，这时候放入适量的姜粉与热水中，舒舒服服地泡个澡，洗后会发现从没有过的轻松，感冒也会迅速好转。三、清除老年斑。姜粉中所含的姜辣素和姜粉基庚烷类化合物的结构均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作用，中老年人常吃生姜粉可除老年斑。四、防晕车。生姜粉可缓解晕动病之头痛、眩晕、恶心、呕吐等症状，且药效可持续4小时以上。五、减肥。甘肃省卫生计生委主任、甘肃宁县人刘维忠曾经发文，他每天喝水倒2勺姜粉，大概半个月，从79公斤降到67公斤，瘦了24斤，减肥效果非常好。其实原理也很简单，常食姜粉能够增强脾胃功能，有助于肠道蠕动，从而让肠胃更好地吸收食物中的营养，使人慢慢开始变得健康、苗条、有魅力。六、抗癌。无论男女，55岁后大多会有身体疲劳和体温偏低的倾向。有研究显示，体温越低，癌细胞越活跃，而每天用姜粉能有效促进身体新陈代谢，提高体温，从而实现抗癌的功效。最后医生提醒，姜粉虽然方便保存，也很便携，但是因为无添加，一次不用做太多，免得放久了不新鲜。醋泡姜和姜粉可以分开用，也可以合着用，但如果是吃，要注意每天不超过10克的总量，否则容易上火。也可以在早上吃3片醋泡生姜，晚上用2勺姜粉泡脚。如果泡澡，可以根据水量多放一些。没想到生活中普通的生姜竟然对身体有这么多好处。好了，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建议大家一定要发给身边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和志恒相约，每天不见不散。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幸福。